我是一个很怕着群的人，唯独这一次我拒绝不到，因为新娘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爱上的人。其实呢，对人有感情是好事来的，不过就不要那么早啦。那不如来试试喜欢一些人家不让你喜欢的东西，男就揽嗰条腰，例如呢我啊，上到大学呢，你好快就会唔记得我噶啦。你中意女人噶嘛？系啊，个女咪遗传晒你咯。其实老豆唔系介意你同女仔玩啊，其实老豆中意同女仔玩嘅，系咪？佢哋唔中意同我玩啫嘛。咁呢啲 confuse 喺女校里边。成日都会有的啦，咁可能是错觉呢。李心如，我都不明，只要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这个世界有什么我们解决不了的。心如，今晚我去美国，我拍拖了，男仔。我和李心月并无任何亲密关系。如果你想玩男朋友，记住找我。如果我们30岁都仲系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哋结婚啦。你觉得我哋中学那段是不是爱情啊？